好了，你打开那控制器。你下别急哈，你怎么拔个电路啊？好嘞，看到电极线，电极线，电极线，电极线是接什么接线柱 ？UVW 的哈。UVW。嗯。电源线。电源。电源线是 RST。RST。好嘞，关上门。好嘞，开打开光闸。启动电机，启动，嗯，好了，敲敲击，电源线哪一个？电源线。这哪个线线柱是？哦 ，RST 哈，电极线。电极线 UVW。哦 ，UVW 哈。好了，启动。启动。好了，去转一下。